今日姜涛、卢汉廷、吕正安、柳应廷、袁定慧品牌 Salvatore Ferragamo 拍摄商品照片。活动途中，姜涛怀疑因近日工作压力欠缺休息，突然间晕倒。有现场粉丝以及收睇直播的观众表示十分担心，现场更加有姜涛心痛到即场大喊。花姐亦都刚刚喺 IG 表示，姜涛今朝有少少胃痛，现场环境有啲焗，加上闪光灯不断，所以有少少脚软而跣低。花姐表示姜涛而家系休息紧，冇大碍，姜涛呢两日会好好休息，叫大家唔使担心。